哎呦，这好像是有练习过要怎么按的。哇哇哇，他感觉好好 man 哦。课长最喜欢的就是一边哈，这是谁 ？TG 硬汉41%、欸，其实蛮多的，干他90%胜率哎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。赤木刚宪真的要先选，哇，三楼也是很课长，哇，还有三只传奇角，看这个人非常的狠哎，看现在这游戏有钱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？这角色现在怎么搭？这角色不好搭哎，你们可以打流川藤，我单纯强版也行。哎呦，这个课长很有想法，这个无私的课长 ，OK， 听你的。OK， 他说 OK， 那就是 OK。主播，你的新日新要报到过年吗？看礼拜一吧，房怎样看星座啊？那边怎样爆量流的歌房吹，现在看明天了，等礼拜一就知道了。哎呦，这好像是有练习过要怎么按的，可是没劲。像在那种训练场练了好几把。哇哇哇，他感觉好好 man 哦！大家不是开玩笑的。还有转身速扣，我操，真的好粗，火起来了！我其实应该给赤木怎么样？好、哦，这个人，我是说他的钱包很猛。哦，被盖了，没事，我再给你调教，大哥你发挥，我负责帮你点球。我愿做你的小弟。好快乐，忍受不亦乐乎。过来，好啊！哎呀，好像太近，他就不能接。他好想接些什么？我们配合他，我们配合他。他感觉想要接一些什么技能？我们得配合他一下，他吼起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邪。其实应该由流川枫来控球才对啊。欸，这个锅点好快哦，然后转身就要冒了。我看那鱼庄是乱跳跳到的。哦，他开始变招了。我感觉他不能接那个转身速空，那个能接一次，第二次别人就跳得很早。球头模式，他是不是奇怪的台看太多啊？他怎么一直从那个篮底下疯狂进攻？
好像被盖假的还是怎样的。我为什么一直把带气爆狗盖掉？要不然不盖干嘛？他捕获你不盖了。想输哦。摔一个。哎呦，变勾手了耶，他招好多。他真的是全满的那种感觉。我这个球童当得很漂亮，不得不讲。完全是配合这个课长，我真的是有爱。为了避免这课长玩得不开心哦，我们是尽力哦，尽心尽力，让他玩得欢乐，点得欢乐，处得欢乐，游戏才能长久。哎，冷静一点，科长，没事没事。嘿嘿嘿，再来，科长，哦，科长中投起来了，哈哈哈哈，科长越玩越开心嘞。你把他篮板抢走，他应该不太开心。乱讲，他就喜欢这种队友，他才可以无止境的扣篮哦，不用任何的压力哦，乱讲。课长哪会因为这样不开心？课长最喜欢的就是一边哈，这是谁 ？TG 硬汉，来看一下没看过的 ID。他流川枫是100%，我来看一下他到底除了多少。樱木是50%，三井先看一下33%，哎、欸，那其实还好。41%，哎、欸，其实蛮多的，41%也要他妈的好几万吧？干他90%胜率，哎，好猛啊这角色！干他妈的单核进攻这么猛、啊。不是吧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ISMB 或花之丸。